我还是觉得我们三个人跳怪怪的。对啊，陆校为什么不用验收啊？你敢验收他是吧？那你现在去叫他。苏烈，要不然你去吧。洛克，你去吧。我还是觉得你去比较合适。哎，我突然觉得我们三个人跳挺好的。对呀。苏烈，数牌子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哎，陆校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来探望病人。名字？我叫江可乐。没问你。我叫李振宇。病人的名字？江文月。他在 ICU 病房。他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很不乐观，今天早上又抢救过一次，估计撑不了多长时间了。 ICU 在哪儿？我要看他。现在时间已经过了，你们明天再来吧。都撑不了多长时间，还不让人看？那你不让看，在这废话这么半天。不废话，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来看望 ICU 的病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，你可以让我看看他吗？哪怕一眼都好。一眼也不行。不是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我跟你说，如果就是因为你害他们母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我跟你没完。ICU 的探视规定也是为了病人的身体考虑，每天只有2个小时，下午2点到4点。现在时间过了，病人已经休息了，你们明天再来。 如果我今天一定要看呢？那我就只能叫保安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西城，陆少，对不起啊，今天都怪我没搞清楚探视时间，还得我们白跑一趟。可乐，没关系，我已经非常感谢你可以陪我来了，今天就当熟悉路线吧。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，许念还在等着你呢。明天我们再来。可是我明天要排练，可能出不来。嗯，你放心，交给我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嗯，别灰心，咱们俩永远是最棒的。 加油！
对不起啊，我又来晚了。我知道，可是他都跟我说了，你被事情耽搁了。但我今天又迟到了。我们又没有约好每次见面是什么时间。